今天到超市来看到樱桃很便宜，8.8毛，8.8毛一磅才。88 cent per pound， 这个樱桃非常好。很新鲜的樱桃，看，买2包回去。你看架子上已经快空掉了，已经。8.8毛。8.8毛，好便宜啊，真很便宜。这现在可能是吃樱桃的季节了。